首尔佛光山寺举行佛诞节浴佛法会，住持为南韩岁月号客轮的往生者祈愿早日进入极乐净土，也带领信徒礼佛朗读祈愿文。自己花的善愿，是平等的之下，每个人一分力量，就有一分的成就。天空坐着优美的音乐。出席礼佛仪式的信徒约有200位，驻韩台北副代表黄建良感触良多，他引述星云法师的话勉励大家。佛光山星云法师一直跟我们讲，我们要存好心，说好话，做好事。我有一阵子也在探究，这个会给我们积上福德。礼佛仪式过后，信徒们排队吃斋饭，让身体和心灵都倍感充实。